这是第一站啦，这是第一站，引起着真大真大的回响。但是咱若坦白讲，咱要五都中赢，第一步都是爱团结，你讲对不对啊？所以今仔日咱本土社团团结做伙，而且把这个团结的声音甲要求传到台湾每一个社会、每一个角落。我相信对五都选举要全赢，应该是发挥人民一条这个效果。所以我伫遮首先向总召、向各位大家表示感谢，有哪向大家表示敬意。另外，咱今仔日的活动，搁一项意义就是讲，当咱起码，当咱保大的时阵，咱就要保什么款的性质的内容？哦，我想今仔日咱的目标要清楚的讲得真清楚。第一，就是要坚决守护台湾的主权，你讲对不对啊？第二，咱就是要加强台湾的主体教育，你讲对不对啊？第三项，我那时阵主持社会上呼求上界大声的，就是要求振兴经济、提高就业，你讲对不对啊？第四项，就是照顾弱势，追求社会公平正义啊！我相信经济发达，若准搁予真济加开赚的人，高富无依，咱若安尼，这个经济发展啊，永远无意义啊！第五项，当然就是希望咱台湾这块土地、这个汉字，会当永永远远生传落去。所以，我们今日咱个活动有真大个意义，就是除了同时要求到咱社会团结共同维护台湾，有哪点出了这边起码保台真正用意。另外，第一只我嘛甲大家报告，咱嘛应该爱来守护台湾的民主。今仔日坦白讲吼，基层你来话晒，大家为着台湾的民主牺牲奉献，出钱出力，惊低头看尔久。但是马英九签订一法律的天书，竟然是立立法院审查天书，应该讲是要有一托，然后委员会审查，然后二托，然后表演协商，然后三托。但是马英九按压未上来，已经甲台湾社会、甲立法院要求，讲无要三托，干那要到二托尔。但是当 F 案这案签来到立法院的时阵，竟然连一托也无，委员会审查也无，直接用强势要决国会阿爸力量直接政府二。今天我坦白要甲大家报告，那熟悉立法院运作的人拢知影，那进入是政府二度，连同款用这阿爸心态，大概三分钟就会当解决。伊前一日讲，伊看啥物内容，拢还毋知呢。伊的工作会受到影响，未受到影响，还毋知呢。当伊的工作受到影响的时阵，这个政府要哪甲帮忙，嘛拢还毋知呢。啊，是安怎？都会怎样冲动？代表民主，代表民意的国会，也无法度共审查。特别是我甲大家报告，即几遍呢。江城会所签订的十二项协定，立法院无一项审查通过，拢还搁在立法院，拢还搁在立法院。但是啥话伊我都通来实行呢？因为因签订的时阵，拢是写一个生效日期。所以我感觉讲吼，台湾的民主是大家共同打拼的结果。咱今仔日号召台湾社会团结护台湾。一定有人爱让大家知影，咱爱继续守护台湾的民主，安尼好不好？多谢大家，多谢大家，请来继续来守护民主，赶快请来马英九来陈述对党的承诺，还有请来郭俊明郭博士上台来做见证。马英九来继续来强烈承诺，今天开始来跟马英九。三阵出局，你懂好不懂？我讲的话，我这边把话说出来，我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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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
带着咱的后生就来来教导，来为咱的未来踏出上重要一步。再多邀请咱未来高级大高级的一领代表，来一领。来邀请咱高级大高级的一员代表。多谢各位，多谢。